人家不知道，就是可能主持节目啊，你希望控制全场嘛，对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别人这个中间，有时候你要一人一玩疯的时候，会场面控制不住，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叫是好。现在我给哎好，就是声音会比较大，会去切别人的时候，声音会比较大，而且我也习惯了。你有很失落吗？因为刚才听乃哥的语气是说，他都是听朋友转告，他本人没有看过你的表演。不会啦，因为乃哥本来就不是，我真的很少看电视，真的很少看电视，我很少看电视。可是你这样讲的话，应该会惹到他。你说你是从小就注意他。对，因为那时候看百战百胜，觉得哪个很厉害，走那个什么罗马大桥，真的吗？都不会被排球打下来，就是这样，很稳的这样。然后排球过来，他就拨掉。然后还有那个滚轮很厉害，真厉害。对啊，那是我一个可以带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体专毕业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百战百胜里面。百战百胜里面有那么多大牌，乃哥是不是一直有一种在看神经病？对不对？他们俩体专毕业了，对不对？演大妈说那是一流了，对不对？一直偷他的人生来讲。对啊，你小时候就注意到有一个主持人运动细胞很好，就是可以安全度过每一个难关。对，很会玩游戏嘛，对，很厉害。因为百战百胜里面也有胡瓜，但是因为乃哥是里面最厉害，所以胡瓜是不是更难模仿？瓜哥就那一句嘛，下面一位就是要。没有啊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他听到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哦，下面一位。你当时你出道这么久，终于想到模仿徐乃麟是发生什么事？其实我一直哈，其实。很恐怖这一集哦，就跟我，因为小时候你需要说其实就说啊，你不用特别避开啊。那时候其实看到乃哥哈有一个广告，对，就是777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三年前吧，一个线上游戏的线上游戏，然后777，然后我就我只会模仿777，那就三个字，对，那时候就只有三个字，然后我一直觉得乃哥到底要怎么模仿，那时候不知道。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模仿就是这样，突然你就，差了点，对啊，其实来讲啊，这个是模仿。其实来讲，你怎么会发现到的？就是一直听乃哥讲话。可是你其实没有常常去上乃哥的节目吧？对，会看啊，会看节目啊。你在演艺圈有习惯观察这个新人会不会成吗？我大概会观察一下啊，然后你眼光准不准？其实大概上节目，没关系。是你打一下，别，要不然人家都说我欺负你。先不要。乃哥很想要玩这个，自己很想演。你看新人的时候，你是会看他，你是自己有一些标准吗？我觉得还是这个人的他的就是说表演的空间，我们解除这个游戏太累了。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讲，我要讲，其实就是说看这个人的他的可塑性宽不宽，不是局限在某一单一方面而已。比如说你真的说学逗唱，还有一个机制反应，还有一个你控制场，就是你控制现场的那种能力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是全方位。如果要当一个主持人的话。我觉得大赫很让我担心哎，先让他过去吧。你最早注意到他的时候，你有盼望有一天能够被赖尚刚本人看到？有哎，有哎。结果他看过没有？他听说有看过。然后你第一次有问他，他对你的感想吗？有，就是我们其实有在路上不小心巧遇过两次，真的是不期而遇。第一次是在忠孝东路上面，然后我因为先看到夏克里，所以他就在那边讲话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夏克里。”后来聊聊之后发现，刚才是夏克林吗？他顺便想模仿，顺便模仿一下。然后旁边我就，是赖尚刚先生，我就手刀冲过去找他拍照。然后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在日侨学校，对，他们的校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鼓起勇气问他说：“赖尚先生，你真心觉得我模仿你像不像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很难说，我觉得啊，不像。”我说谢谢，我以为还会客套，我说啊，其实有蛮像的什么的，可是真的不像赖尚刚当时是很想要说像吗？我不知道，是我个人想自己是没说出来像，他一开口就可以像，对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学习，就大家一直像是，因为我看电视上面的是，我会这样吗？
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，就是很多人都是说要点他的那个雅虎啊，什么要看啊，不是雅虎那个 YouTube 都会看，看很多人在看，所以是不是大家都啊很像这样一些？可是我本人是一直都是觉得不像。敢模仿赖尚刚是很有勇气的事情。可是赖尚刚讲完话之后，发现其实还蛮像的。或者说大贺就挑一个日本偶像当中比较像大贺这个型的人，然后来演他讲中文，是不是会比较神奇？所以 S 姐，你觉得我像哪个日本偶像？偶像，偶像的话，你真的太为难我了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大贺的赖尚刚可能会胜过罗百吉。可是。罗百吉的好处是他起码有歌吧，耶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会那么为难我们，就是我有音乐在里面，看起来不会这么尴尬。OK， 你们就当听歌嘛。谢谢你有自知之明。好，阿虎要上场了，加油！罗百吉没有要陪他，是我关心我自己跳，大众很快就把声音喊出来，喊出来，喊什么？我是罗百吉，刚刚那个就是我的主曲，但是我好像听到 Don't Stop， 有人叫我不要停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安口曲，带来我最经典的战斗，但是带来之前，我还是要请刚刚不好意思的罗百吉再陪我跳一下，带来他这首成名曲《战斗》，老师音乐，有没有错？2003 ，Yeah， Let's go party， move your body。如果你今天感到很嗨的话，就让我看到你们把手举在空中。Yeah， Are you ready？ 脚放在空中，把手举起来，举起来拍手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罗百吉。Yeah， 都举起来了，是要跳舞吗？举起来，举起来好。谢谢。谢谢，我就是背影像，我不敢看你正面，因为看到玻璃的时候看到他的脸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背影啊，其实动作还是肢体都蛮像，肢体蛮像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最可怕的是他一直去烦本尊，可是又不给他事情做，本尊都根本不想理他。本尊最后好不容易要嗨起来，结果就没了，就停了。真的，你知道罗百吉还蛮感谢你的耶，他说你的模仿使他增加了一些。新的听众是他以前没有的，也是的，让就是他一直这样模仿，让本来不认识我的人都认识我了，或是更熟悉我们的歌这样。所以你有因为他的模仿而有，然后增加一些表演是不是？有表演就增加蛮多。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夜店演出，他们是说是请我们去表演，嗯，然后呢要上台前的时候啊。要介绍罗百吉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我已经准备上去了，耳机架好要开始放歌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把我停住，然后就是结果我就冲上去啊，因为那天我是惊喜，所以我也要谢谢罗百吉大哥，让我可以接到别的活动。所以你们已经同台演出过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他在线，他们可能放在另外一个化妆室。你有尝试别的角色吗？有，我之前来有这边模仿过那个 Jason。哇塞 ，OK， 是不是？我上次才在那边学过，你马上就忘了。其实我后来跟 Jason 同台，他有跟我讲说，哇 ，CD 说你学我学得很像。OK， 是不是阿虎 ？Jason 不错啊 ，Jason。Jason 可爱 ，Jason 比罗百吉好100倍。没有办法，人不能停在原地不动嘛，是不是？总是要往前走的。好像，他们会他的口音，好像，哎，这个很厉害。所以 Jason 应该就是你的巅峰了吧？有他曾经就是学 Jason， 就是有被大家就是得到赞赏。不错，对。汉典应该很鼓励他们，就是。不能够留恋已经成功的角色嘛？再去创造多一点角色，是啊，找那些比较少人模仿的角色，嗯，找那些比较没有特色的角色来模仿。从勇气上面来说，其实你们都很勇敢。应该是藏了一个想要讽刺奶哥的，也没有，也没被听出来。我有在注意，谢谢。懒得理他而已，懒得理我。打虎，谢谢你。出来烟雨出惊人，碰碰加倍奉还。我还有欧露姐哦，美丽大方，哎呀，赞啦！雍容华贵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风中残烛，长发漫游。还有啊，奉还。哇！
来叫你姐姐，美女姐姐啊！哎呦，这么棒的表演哦！